过了过年就要来到，厝内会有真济红包袋啊，甚至有诶年份已经过期无符合使用。新北市五股行政社区特别邀请老师来教中者，利用这红包袋啊制作造型挂灯、小装饰，中者完成了后，拢感觉相当欢喜，而且真有成就感。过了过年就要来到，厝内拢有真济红包袋啊，卫生纸是年份过期无符合使用，这红包袋啊唔要着急弹掉。五股行政社区特别邀请到老师来教中者，运用一挂 DIY 小技巧，对当变身古锥造型的挂灯装饰品。今年的春节呢比较早。比较早到来，那么新增社区呢就特别呢我们来配合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气氛呢，我们一起请我们的社区的老师呢来教我们这个手做的春节的一些饰品哦，包括一些吊饰啦，还有一些这个花材的部分。那么这些呢都是利用我们的一些纸啊，就是红包纸来做的。中家一家老师会记得。利用手头不得用红包袋啊，经过纸甲定的手法，完成一个一个高质的挂灯，拢感觉相当欢喜，而且嘛真有成就感。用红包袋啊，吼，咱甲捡起来，啊唔好扔散，废物利用，吼，啊咱来摕来做挂灯，元宵糖果来夹，啊，互大家大大细细安欢喜。那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感受到，哇，原来这个。小兵也可以立大功，然后每个人都很开心。那么在此呢，也祝福大家新的一年能够这个新年新希望，心想事成，大家健康平安。行政社区执行长杨惠婷表示，中家 DIY 造型的挂灯，伫咧元宵的时阵，会当甲孙仔做伙来挂咧，有长辈祝福的挂灯，快乐来庆元宵。记者吴山五股报道。